巨星科技的说明会，投资不再只能进银行，我们这次前进高雄啦。为了让更多爸爸妈妈投资人增加债权投资的同时，也能够兼顾陪伴小孩子做一些亲子的交流，这次的活动呢，我们特别办在雅尼克亲子手做蛋糕，让大家可以一起做做蛋糕，吃吃点心，然后增加一些对于债权投资的知识。你会跟朋友讨论说，最近买哪个公司的债券，或者是你有大家看到小朋友那么可爱，有没有都很想赶快去征产报国啊？我们要比同时举手跟喊最大声的，来，刚刚这边举手最快，这边喊最大声。最新的活动讯息，请持续关注巨星科技的粉丝团以及官方的 LINE@，我们下次见喽。